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鱼 Abby， 我是 Abby 妹 ，Abby。好，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嘞？帮我庆生。没错，今天就是要来帮我妹庆生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到 GU， 就是要来逛街。我们今天的庆祝方式是，每次她选完东西之后呢，结账的时候我会拿一个就是手机给她抽签，然后签的内容有5折、8折跟全部我买单，看她抽到哪一个，就是我付钱就对了啦。然后现在我们去逛街了 ，Go go！买起来，买起来！那不用钱嘞。逛完了没？差不多了吧？到底要买几件？你已经买这么多了，你到底要买几件？都是你的。哦，哪有？还有红色的，我看到胖丁了。胖丁，你最适合胖丁了。你长得很像胖丁哎，好可爱哦。买起来。就是它呢。你喜欢哪一套？我都很喜欢。这个是粉红色皮卡丘，这个是漂亮的格子。那多买。不行啊，很穷，没钱了，我还要付你的。多买。可是我没钱了。好，现在结账的时候来了，现在要来抽签，看他抽到几折，全买单。来哦，来哦。嗯，我也很紧张啊。我很急。八折。好走，不接。再一次啊。八折而已，最少的，好棒，胖 A 妹，A 妹又猜到一件了，来吧，转转看，转了，哦，八折，5折，送，幸好这一单只有一件，去结账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晚餐的路上。要去吃炸鸡，炸鸡也要抽吗？当然是你付啊。没有吧，也要抽吧。没有，姐姐说一整天都要抽啊。购物，那算啊，那不算。姐姐请客，姐姐站，姐姐站，姐姐站。狗腿废物。吃这个七妹175，没有吃过。炸酱面，然后饮料一个水滴。好，反正呢是一个扭蛋的地方，因为呢我妹超爱扭蛋的，所以现在就是要来让我花钱让她扭蛋，然后我们一样会抽签，有1000块、300块、500块，还有800哦。对，反正呢她抽到哪一个金额，她就可以扭到那个金额，扭到爽。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，我们赶快扭完我就可以回家。我今天一整天都还没睡觉，我好累哦。好，快点开扭吧 ，Go go！ 命运哦，命运哦。哎呦，1000，1000，不要，100。哇，500，好啦，可以啦，在我预算范围内。这个是那个什么闪电球，正负电牌牌啊，哦，正负电牌牌，叫皮丘哦，皮卡丘，但是我没有人叫卡丘啊。哎4、5，爽吧？是的。爽啊！辛苦上班的钱。
再见了500块，然后等下就要拍这样子。黄色的，你会扭到爱丽莎莎吗？哦，恭喜！够了，成绩的500块。好了，结束了，该回家了吧？好好好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终于回家了，超累。然后呢，现在要来开箱，就是我们到底买了多少东西。首先有5个纽带，然后我们总共买了几个睡衣啊？3套，3个睡衣，一套是我的，2套是他的。反正呢，他抽到8折，所以他自己付8折的钱，等于我只付了20%，是最少那个。幸好我没有抽到全部我买单，不然我会吐血。我们现在要来试穿一下给你们看，然后等一下来开这个纽带。耶、yeah! ！第一号绑架，转正面。我们要来开箱扭蛋了，耶！来吧，哇，超可爱的，看不到对不对？这只是躺在床上的猫咪。好，第二个，汤姆猫与杰利鼠，汤姆猫与杰利鼠，哦，这个也很可爱。这5颗550块，550，我工作一天，夜班费也才900块，他就花了一半。哇，就这5颗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哦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个看这个。这只是睡在云朵上的杰利鼠，超可爱的。下一个，这个是皮卡丘的。哦，对，我刚刚去讲，我们刚画完我们的那个，我们的那个，哦，干嘛？刚刚画完睡衣了，这个睡衣是皮卡丘的睡衣，很可爱。它上面有淡淡的皮卡丘的纹路，然后有宝贝球，还有胖丁吗？是胖丁吗？然后我的是粉红色，他的是那种淡黄色，他还有附一个短裤，现在快卖完了，再去。我装什么可爱呀？你要不要看？你真的是玩雷丘？是皮丘。哦，皮丘。啊，真不懂扭蛋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，然后还打不开。是皮丘，还有皮卡丘，最后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个超贵，这个要200块，明天150哦，150，不管，很贵，这是外国的进口猫，啊，不就猫吗？不就一只猫吗？哇，是肥猫，好可爱哦，太可爱了，好可爱哦，你看这只猫超级可爱的，就是一只。黄色的肥猫，很可爱。这只是150块，很贵的肥猫，它指着别人很凶。太可爱了吧！这样子500块，太可爱了啦！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哦，受不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500块的战利品总共有5只。好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耶！那如果喜欢我们两个一起录影片的，一起拍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然后如果对这系列的主题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言跟我说。然后看我们喊对，对，就是对这系列姐姐出钱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就是帮我留言、按赞，然后他就会买更多东西给我。不会。不会，生日就这一次，好不好？没有了，姐姐没有钱，姐姐算钱很累，很辛苦，一整天都还没有睡觉。哎呦，嗨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雨 Abby。我要讲话。对，我们再一次。